主料，香菜300克，牛肉25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鸡精、酱油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牛肉用料酒腌一下备用，香菜洗净切断备用。锅内热油，下入牛肉翻炒，加入适量调味品翻炒片刻，将香菜入锅和牛肉拌匀即可出锅。烹饪技巧，香菜不需要炒，否则就老了不好吃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C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